3月5号，鹿晗在网上抛出一组在雪地里的帅照，并配文道：“维也纳的春天就一个字，好冷呀。”照片中的鹿晗单手托腮平视远方，身穿蓝色牛仔外套，里面穿着紫色的毛衣，整个人看上去十分帅气沉静。不过细心的网友们都把焦点对准了小鹿的毛衣上，小鹿，咱们这毛衣是不是起球了呢？网友们纷纷调侃道：“难道是今年流行球球毛衣吗？”评论真是十分欢乐。这部照片的更新是妥妥的粉丝福利啦！维也纳的冬天这么冷，小鹿皱着眉头，这是在想什么呢？是不是也觉得维也纳太冷了呢？在这里牢牢希望鹿晗不要感冒哟！虽然已经春天了，但是地上的积雪还清晰可见，一定要时刻注意身体。芒果捞新闻为帅气的小鹿打 call 呀，巴导。